期的聊心奶华一席话菜篮会成长日记，菜篮会迈入这个四个多月了，这个四个月是一个很指标的一个月份哦，可以开始吃东西。没有，之前都是喝奶奶，我喝母奶啊，喝配方奶。四个月开始，他就可以吃一些奶，你就记录他第一次吃副食品怎么样子啊？不要，很简单哦。像我们第一次要喂他喝奶的时候，就不太会吸。对。那现在开始要吃那个奶，就是要吞嘴，就宝宝嘞。对的，不一样。然后我们就来喂他吃这个奶，终于可以吃那种人间的食物了。对，我们就来看他们第一次吃东西是什么状况。罗家，小牛奶呀。买一个啊！我要讲副食品，为什么要吃副的？我就要吃食品，为什么是副的？吼，对不？试一口来啊啊啊！我讲啊，你嘛听无啊？咩咩出来？我咪食汤匙了，你咪给我加料。我唔食固定啊！快啊！这里有东西，有东西，有东西，嘴巴刚好张开来来。有东西，有吗？很好，好好好，泡奶粉哈，泡奶粉。啊，喝奶奶好了啦啊！我这一个礼拜喝灌了1000多块，你真的是试货，试货的赔钱货，厉害。哎呦，现在来一招狠的，先让你喝牛奶，然后嘞，再让你吃一口啊。怎么样，上当了吧？好吃，好吃哦。不是吸的，吸，把它含进去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，上当了。好，有事有事，来了。好，这是奶瓶，这是奶瓶，他会看的，他知道是奶瓶。这是奶瓶。哦，好酸哦！酸到想吐啊！可是还是吞进去了。可是又好吃。可是又要吃，把它吞。酸，脸什么脸？好爽啊，真美味啊！这生了。没讲那个。蔡老贵，你吃完再抗议哦，蔡老贵。他买的啦，他买的太酸了啦。我还挑贵的，我都舍不得买那么贵。太酸了吧？太酸了哦。没送啊。